秘籍。全国麻将大赛即将开打，出现了谜一样的少女。他的眼中就只有正负零分，难道他根本就不把胜利放在眼里？竞技放上开花自摸，斗志不选后的红色舞统竟然也不服，谁将是最后的冠军？让人更加期待决赛的对决。天才麻将少女，6月25日起，每周6日上午10点半，晚上8点，卫视电影台。